仔仔一堂啊，女女一堂。咁咧，我哋一齐咧，今日嘅信息之前咧，稍微介绍一下。咁你哋有你哋嘅查经啦，咁我亦都有一个 Zoom 嘅深度嘅释经同埋神学同埋应用嘅一个课程。咁咧系好多时间嘅，因为咧其实大家唔好介意我系洗碗嗰阵时使用我呢个时间，因为有人曾经请我去帮佢。释经和神学，我就说啊，我帮一个人不如帮多一点，后来用 Zoom 呢就都有很多人参加，就是早九点钟左右，一至五都有的，然后夜晚呢就二三四的，如果你有兴趣你找我跟我讲就可以了，希望兴起更多人，目的是兴起人能够生命被神去改变。好，咁我哋今日嘅信息咧，就系神咧照顾所有嘅生物，佢亦都更加照顾同埋祝福遵从佢嘅人，就系咧神咧一定会祝福所有照顾所有嘅生物。咁我首先我讲一讲下我自己用嘅经文先啊，简单咧就系马太第六章，大家都应该听过耶稣讲到咧，天父照顾飞鸟，亦都会照顾我哋。同埋咧，天父咧装饰嗰啲百合花，亦都会装饰我哋，所以我哋唔需要担心。嗱，呢度耶稣用咗两个例子鼓励我哋唔好担心，而呢个例两个例子咧都系佢神点样照顾生物，就系飞鸟同埋百合花。但系同时咧，圣经有其他地方都讲到神嘅创造嘅奇妙嘅，就系诗篇104篇，系一篇比较详细嘅一篇诗篇。咁而佢内容咧，亦都讲到好多神嘅创造嘅照顾嗰啲生物。嗱，咁呢样嘢咧，其实就配合马太六章啦。点样配合呢？耶稣只系用咗两个例子，就系飞鸟同埋百合花。而诗篇104篇系用咗好多种生物嘅情况，神点样照顾？咁我咧就将嗰个观念咧，由马太六章推到去诗篇104篇。看到神照顾不同的生物，来到鼓励我们信靠神，这个信息的一部分就是说，神会这么细心照顾这么多种生物，都会照顾爱他的儿女。圣经也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神照顾我们的目的，是给我们深信我们被神看重的，当我们爱神亲近神，神一定欢喜，神一定祝福，神一定提升那些爱他的人的，圣经应承了的。好啦，除了我讲出这个神照顾生物，所以会照顾信靠他的人、亲近他的人，我也带出另一个信息。在物质境界，神照顾这些生物和人，物质境界，神也在属灵境界有相对的供应，譬如水，神赐水，神也赐活水。我想分清这个和属灵异解经的分别。灵异解经是另一种释经方法，我讲一讲什么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是在圣经的字眼里面找出很多个字，他就会觉得不是字面的意思，是有另一个意思。这个跟属灵解释不同的，譬如属灵解释就是圣灵充满，不是带一种知识，是一个真的跟神的关系。这个属灵的解释就是说，圣灵真的住在心里面更新我们，这个是即是从字面来到解释属灵上的力量。譬如说圣灵感动我们之罪，讲出圣灵怎样改变我们，这个就是正确的释经。但是灵异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这个是我亲身听到一篇的讲道。这篇讲道讲什么呢？初期教会有七个执事，跟着他就将他的名字用希腊文分析，这个执事的名字的意思希腊文是什么？所以呢，在教会行政、教会运作应该有这七样的质素。这一种就是灵异解经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时选这七个人不是因为他的名字，而刚刚那七个人这个名字，而且呢，你从名字你很难去判断这件事。譬如说犹大的名字是不是犹大的问题，所以犹大自杀呢，即是会杀耶稣呢，跟他的名字无关的，没人会改他的名字，儿子的名字他叫蠢材懒惰失败，神即是人不会改这些名字，当然是改一些好名字嘛。但这个名字代不代表即是说初期教会就有这些质素？他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字眼呢，
都是会找一个另一个意思。那我想讲一讲，圣经是用人所能够明白的意思。譬如说神爱世人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真的爱全世界的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如果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就是圣经的字眼，是人可以明白，不是有一个很神秘的意思。灵异解经就说有一个神秘的意思，是一个很隐藏的，你要好即是去发掘。譬如他有很多东西，譬如这个马太十三章讲到芥菜种的比喻，其实呢这个是翻译错的，不是芥菜，是芥种。芥是什么呢？芥种是那些芥粉，那些 芥粉，不是芥菜，我们吃那些芥菜，芥菜不会变一棵树的，是芥粉。这种是一种树来的，它的种子很小，它就会长大成为一棵树。然后呢就讲到有飞鸟住在其中，他们的释经就会说这个飞鸟呢就代表魔鬼邪灵居住在神的天国。那到底耶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那有什么凭据呢？是不是真的飞鸟就是一定是邪灵呢？他们有时会用一些特别的字眼去释经的。那我希望大家呢是从字眼，这棵树讲到很大，而有飞鸟住在其中，只是讲到这棵树有多大。那这个飞鸟是什么呢？我们即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呢不需要去到一个极端的解释，去到呢即是魔鬼。我们可以说这棵树这么大，所以呢雀仔都住在这里，即是说天国是很大的，人可以在里面栖息，那就可以这样的意思。那我想讲一讲，就是我用诗篇104篇讲到神的创造，然后我就讲到神在属灵境界的那个供应。我只是对比，不是说诗篇104篇就讲活水，不是的，诗篇104篇没有讲活水的，他没有讲到那些栖息地方，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居所，他没有讲的，他只是讲到神照顾生物。不过我在属灵上对比，那大家呢就明白，即不是一个灵异解经，乃是一个对比，比较在物质上神会这样照顾，同样属灵境界会照顾。还有我今次也加上一些科学的印证，科学都是神所做的，我们不要以为科学就支持进化论，不支持神创造，其实科学是绝对支持神创造的，是因为很多人他们不相信神创造，所以他们就看到很多证据他们都否认。其实呢圣经这个世界的生物和化石呢是绝对肯定证明神创造的。那我自己研究很多，你有兴趣你想了解，你可以跟我谈的。好，那所以我在里面呢我再讲一次，由马太福音六章耶稣讲到神会照顾飞鸟和百合花，伸展到我们就诗篇104篇，神创造这么多样东西都是他的照顾。而我用科学去加强这种的证据，给大家看到神那种细心照顾。那我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知道神都会细心照顾我们，神会很细心每一样东西照顾我们。也都我又讲到一个属灵上的对比了，既然神在物质上这样照顾，神都在属灵上照顾我们，这个是一个对比，不是一个，不是灵异解经，不是诗篇104篇是讲这个属灵领域，不是的，它只是讲神的创造的物质的境界。好了，第一点就是说神看顾各种生物，祂也看顾和祝福遵从祂的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真理来的。因为我们经文很多，所以我都不会详细读。不过呢这个经文马太六章26节开始讲到呢，天上的飞鸟又不种又不收又不积蓄在仓里面，天父都尚且养活他们，即是他们呢根本不会收埋些东西的。譬如有时呢我去街呢去得耐呢，我会带些面包的，那些狮子啊老虎啊如果没有东西吃，他们要饿，下次又再追又是肚饿，而且他们不是次次都捉到东西吃的。但是人呢我们就可以带一些食物，但是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可以带备一些食物出街的，他们都是随时在当日
得到食物的。咁而我哋真係比飛鳥貴重，咁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神真係會看顧佢嘅兒女，而聖經係特別講到看顧愛佢嘅人，所有神嘅兒女神都看顧，但係聖經係特別講到，一間我哋會睇到嘅就係神特別看顧嗰啲愛佢嘅人嘅。好啦，跟住咧就係唔使為衣裳憂慮啦，睇啲野地嘅百合花點樣長起來，又唔勞苦，又唔紡線，又唔使著整衫，但係咧佢所穿戴嘅。所羅門所穿戴的都不如这百合花一朵他们所穿戴的，就是那种美丽很简单但是很漂亮，那种颜色是很不同的。大家看看周围那些人的衣服，想象一下花的颜色和飞鸟那些颜色，你跟隔壁那些看看那些衣服和那些花的颜色和飞鸟颜色是不是有很大对比，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衣服呢，那些花呢，大家想象有些鮮色走出來的，是吧？但是我們的衣服就算新都好了，都沒有那種的顏色的。那這個呢就是神創造飛鳥真的很漂亮的。那同樣神都裝飾我們，這個有物質的裝飾，人其實是很漂亮的。不過很多人就說我不夠明星漂亮，不過如果大家你比較馬騮和狗咧，你就話人真係好靚嘅，咁即係你用明星比較，咁啊人梗係有啲靚啲，冇咁靚噶嘛。咁你就話啊，佢靚啲喎。咁其實每一個人都係靚嘅，而且去到新天新地咧，我哋個個都會好靚嘅。咁啊，並且我哋有屬靈嘅榮美啦，即係我哋有啊愛啊平安啊喜樂啊，呢啲都係我哋嘅裝飾嚟嘅。咁神都俾呢啲花呢啲草嘅裝飾，同樣都俾我哋一啲。裝飾讓我們成為一個尊貴的人，尤其那些愛主的人更加可愛，他真的很可愛的，他有榮美的裝飾。我們這裡看到就是神，耶穌用神在世上做的，就是神的屬性和他的恩典。屬性是什麼呢？神是很漂亮的，神是完美，他有能力創造美麗的東西，他有能力照顧，他有一切的資源在他手中，所以他能夠照顧所有的生物，咁咧佢都好照顧我哋嘅，咁呢個就係神嘅本性。嗱，本性同恩典有咩分別咧？本性就係佢嘅本質，恩典就係佢為人而做嘅，亦都呢度包括為動物而做。佢點樣照顧佢哋？同樣咧，神會照顧我哋。咁所以我哋知道神會照顧生物，都會照顧我哋，所以我哋唔需要擔心。但有啲人又話：唔係咧，我咧就啊同人關係又唔好，我成日都俾人炒魷魚。我真的一生人都是苦難的。那這些呢我們要留意，聖經說到是遵從神的人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這些加給我們。那我們有沒有愛神和讓神幫我們處理生命呢？有時有很多人呢是沒有處理生命的，所以他們呢又會鬧交，又會煩惱，跟人相處不好，所以他上班很快被人炒魷魚，跟人相處不好，這個也是一部分我們的責任來的。咁我又唔係話所有嗰啲做工都唔好嘅人，梗係佢熟練上有問題。嗱，呢個唔係一定嘅，不過有頗多係咁嘅情況。咁我哋都處理生命嘅時候愛神，神係真係會凡事祝福我哋嘅。好啦，咁啊，由借先嘅經文，咁我都會對比一下喎。嗱，講到裝飾啦，咁啊對比一下詩篇八篇四節，對比一下呢、這個嗱呢個唔係靈異解經，係對比。人算什么？神咧叫佢咧系成为尊贵嘅，叫佢咧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系咧，我哋有荣耀尊贵为我哋嘅冠冕，同埋耶稣话：天父，你赐俾我荣耀，我已经赐俾佢哋啦。即系基督徒有神嘅荣耀喺身上，我哋系好尊贵嘅。如果我哋有属灵嘅眼睛，你会睇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榮光在他身上發出來的。有些人有屬靈眼睛，他真的會看到這樣的榮光在身上的。比較奇怪的就是那些異教徒，他們因為他有靈眼開了，有些異教徒曾經有這樣的見證，我就見過。他就說有人呢，他想攻擊某一個報道家，但是他去到個聚會的時候，他見到他是即在靈界裡面有很多的同魔鬼的交往，他看到这个报道家身上发出荣光，即是原来一个人跟神关系好，他身上会有荣光，神赐给我们荣耀尊贵，
邪灵见到我哋都会惊嘅。嗱，我试过咧，曾经以前有人嚟到我教堂，佢话：咦，咁干净嘅？我话咩咁干净啊？佢话呢度即系冇嗰啲污糟嘢啊。咁我即系系咪即系冇邪灵啊？系啊。咁我话你成日都见我系啊，成日都有只跟住我噶。咁佢喺边度啊？而家喺门口，佢唔入嚟。咁我就话好，我哋行去睇下。佢一行，佢话唔使走得咁快啊。咁佢即系走咗。咁我话你成街都见到啊？系啊。咁我哋行出去睇下有冇先。咁啊，佢话睇咯，好远有啊。咁我话可以行过去啦，行咗一步啫，啊，又飞咗去咯喎。啊，即系话我哋有神嘅荣耀喺身上咧，魔鬼都怕咗我哋嘅。咁呢个系好特别噶。神会装饰花草，亦都装饰我哋系有超乎平常人嘅荣耀，同埋我哋嘅言语、行为、爱心都系显出神嘅荣耀嘅。好啦，咁我哋而家睇诗篇104篇第十节嗰度开始。讲到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鹿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在流角中浇灌山岭，因祂的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了。即是神造水是很特别的。神造水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生物所有生物都需要水的。当大家看一个沙漠枯干，然后忽然间落阵雨咧，哇！好快就好多生物就生出嚟喎。因为咧，其实空中系有好多好多嘅种子，四围都系嘅。嗱，神又创造啲种子啊，识得保护自己嘅。佢哋咧有个保护壳，所以可以储存好耐。甚至咧，有人啲化石揾到啲好耐之前嘅种子咧，都可以攞出嚟种嘅。又發現咧，佢同而家嘅種子一樣，即係話其實冇進化到啦。其實咧，佢哋發現最古老嘅生物化石同而家嘅基本上一樣，不過有好多咧係已經絕咗種，同埋以前好大隻。咁啊，點解好大隻咧？因為喺洪水之前咧，呢個世界好好嘅，所以嗰啲生物係比而家大好多嘅。而家咧，因為個環境咧，所以生物咧係細好多嘅。呢個就係水啦，去到邊度嗰度就有生命啦，就係神設計的水。好了，这里呢我用科学来到讲一下水的奇妙，我们就会明白，哇，神你真的好到不得了。我们就细心欣赏，欣赏之余，我们就神都照顾我们属灵的生命。好了，第一，水能够溶解大部分可以用的物质，即是一个英文叫 universal solvent， 即是好多它都能够溶解。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身体很多的养分可以由水溶解，带到全身就不会变成一粒粒的金属在身体怎么用呢？是不是用不到的嘛？它呢就成为一个化合物的时候，水可以溶解，将它带到全身。第二呢，水呢是细胞必须的成分，所有生物都一定有水在里面的。第三呢，就是光合作用，生物的化学作用需要水，即是些植物它会有光合作用，会产生那些食物，即是 carbohydrate， 即是那些碳水化合物给它成为食物。因为即它需要水的才能够 有这个作用的，也都需要阳光。还有水能够控制温度，我们呢很多地方现在很热，那些人就找水，那些水可以令到自己没那么热。还有水是很容易流动的，水如果我啲而家水咧係好似漿湖咁啦，結塌塌咧喺個身體度運唔能夠運動喎、運行喎。但係我哋身體嘅水係好容易流通，所以啲血管咧、啲血咧係流得好快嘅，可以。同埋一樣好特別、好特別嘅嘢係乜嘢咧？所有大部分嘅物質都係熱漲冷縮，大家聽過啦，係咪？熱漲冷縮，但係水好特別，到到四度攝氏四度咧係會膨脹嘅。咁我下一幅图咧就解释呢样嘢嘅重要性吓。上高睇落去，通常热胀冷缩，但系神造水咧喺四度之后会膨胀，即系佢嗰个细胞，唔系佢个唔系细胞，佢啲原子嘅构造，佢会胀大嘅。咁所以咧，冰咧比水更加轻嘅。咁咧就即系由四度开始，咁四度水系最重嘅，所以四度水就沉落个水底。咁样咧喺结冰嘅时候，成个海唔会变晒成个 solid 嘅 ice， 即系全部系变晒冰噶，佢唔会噶，下低有四度嘅水喺度，让嗰啲生物能够生存。嗱，咁呢样嘢就好特别个四度，
唔係零度嗱。如果譬如零度結冰先至膨脹咧，都唔得嘅。咁變咗咧，下低啲水咧零度，嗰啲魚咧凍到不得了啊！嗱，佢都係當然佢都可以生存嘅，不過難好多。四度咧容易啲啊，即係神喺四度開始咧，啲水就最凍嗰啲流咗下低啦，最重嗰啲流咗下低，於是佢哋可以生存。这个是神的方法，保存北极南极有很多的生物都是因为这个原理而能够生存的。这些都是哇神很细心的设计，是真的创造万物。有些人说是偶然还是神呢？我们首先讲就是神有很多证据的，圣经很多预言、啊、很多证据、啊、其实呢生物里面有很多的设计證明真的有神做的。這件事比較複雜，我現在這陣就不說了。我本身研究很多科學，我是讀科學的學生來的以前。我是研究過了，發覺真的生物是證明有神創造，還有化石是證明有神創造的。這裡我們看到是神特別的設計，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好了，屬靈上對比是什麼呢？耶穌說信祂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有物質的水，我們都有這個活水、啊、這個活水很寶貴的。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後就軟弱了，沒有力量，但當他親近神呢，裡面就有活水湧流。有些人說我不知道我是否得救，有些真的有些基督徒跟 我說我不知道是否得救， 我犯很多罪，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去得天堂。我就問他兩件事，我说你有没有犯罪觉得不舒服想耶稣赦免你，还有你会有没有动力去改变。两样，一个就是知罪，信靠耶稣赦免还有改变。他说我有啊，我知罪啊。那我就告诉你了，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圣灵保惠师来到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即是圣灵会责备你，即是圣灵仍然居住在你的心中。还有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人能够称耶稣为主。所以你会称耶稣为主，证明你有圣灵在心中。同埋呢，常在耶稣里面的耶稣是常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了，他就会遵从了。信心没有行为死的，如果你有行为证明你呢，即是你会有神的改变，证明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一个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得救，你就问他你有没有知罪的心，你有没有想耶稣赦免你，还有你有没有动力去遵从神。你有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你心中做工了，这个就是活水在里面涌流。同时我们都明白一个真理，就是罪一定有破坏性。很多人为什么犯罪呢？因为觉得犯罪之后求耶稣赦免就搞定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圣经很清楚，耶稣在约翰五章十四节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犯罪是会叫人遭遇得更加厉害，人际关系破坏，内心失去平安，同神关系受破坏，是一定有破坏性。而听神话遵从神的人是有福的，一定蒙福。但很多人就以为我悔改信耶稣我就搞定，神是会赦免你，真心悔改神会赦免，不过是有后遗症。看完色情片，色情片之后求耶稣赦免，神会赦免，不过个内心已经冇，即系会失去平安，同埋缺乏信心啊，觉得自己污秽啊，系会影响噶。譬如已经离婚啦，我悔改啊，个太太未必肯同你再结婚噶，即系咧已经离咗婚啦，有啲嘢破坏咗，人际关系闹咗交，求耶稣赦免，嗰个人际关系未必好翻。咁所以佢明白。这个活水江河是礼物来的，我们不要由得它变为污水、啊、我们珍惜它，让圣灵继续做工。正如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有污水，污水带来很大的破坏。好了，跟着诗篇104篇14节讲到神给草的绿畜吃，又有菜蔬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到食物。这个就是神供应食物是非常好的。那么那些草呢，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生草出来，但人是不吃到草的。那些动物吃草是有特别的方法的，譬如牛呢，它有四个胃的，它在里面消化完又走上去口中咬过又再消化过，它才能够消化草的。而神做这些生物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
維持啲草唔會淨係成日都喺度生冇嘢食佢咁。喺個世界上所有嘅生物都係一定要有平衡嘅，佢又會生，但亦都會俾人食咗。咁所以先有平衡嘅。咁由菜蔬咧，其實神造菜蔬、水果啊，各樣嘅食物咧係最健康嘅。你想健康咧，你食菜啊、生果啊呢啲係健康嘅。嗱，有啲人想減肥，硬係減肥唔到。我發覺鎖匙係乜嘢咧？亦都其實好多人講嘅，就係食咗碳水化合物太多，面啊、飯啊。咁有啲人唔食面飯會有能量嗎？其實可以有能量嘅。嗱，其實菜都係碳水化合物，但係佢唔係好似面飯嗰種嘅帶有大量嘅能量啊。其實你食菜、生果、魚同埋肉咧，你發覺好快好快會減肥，同埋咧你力量多啲嘅喎，好奇怪，係你嘅力量會更加多嘅。咁呢個我唔詳細講啦。其實好多營養都係喺呢啲菜蔬生果嗰度嘅。有好多人好攰，因為佢成日食人處理過的食物。其實凡係你喺超市買一盒盒嗰啲食物咧，人處理過總係加咗啲唔應該加嘅嘢喺度嘅。咁如果你想健康咧，你食自然嗰啲喺街市買嗰啲最平嗰啲啊，嗰啲咧對我哋最健康。呢、這個都係神賜俾我哋嘅食物。咁同埋咧，神咧又俾酒能夠悅人心嗱。咁有啲人話，基督徒不應該喝酒，聖經沒有禁止基督徒喝酒，不過不要醉酒，不過其實不喝酒是好的。不過聖經這裡說出神做一些事令人開心的，那當然我希望大家不要用酒來叫自己開心，因為可以上癮的。那又不是油能夠潤人的面，涼能夠養人的心。油其實很好的，很多皮膚的問題啊，很多健康問題啊，都可以用藥用加落啲油嗰度咧，系对我哋身体有益处嘅。咁神咧又做好多种嘅粮食，俾我哋能够享受。但你食嗰阵时，你一路食咧，唔好净系食到好味。啊，神创造嘅真系美好啊！多谢天父，神创造咁好嘅一切。同埋咧，十六节度讲到佳美嘅树木满了汁酱，喺树里面嗰啲汁咧系非常宝贵。譬如呢度我讲出两种汁酱，一种系橡樹膠，橡樹膠是我們人很需要的，尤其現在很多汽車那些車輪是需要大量的橡樹膠，是不夠的，即是出產是不夠的。那另外呢，譬如松脂，如果你大家有皮膚問題，你買松焦油簡是對你的皮膚更加好的。很多神的自然界的生物，中藥咧就識得用好多呢啲自然嘅嘢咧，係對我哋人身體有益處嘅。咁呢個都係神好細心嘅照顧啊！就係啲樹，每一種嘅生物都有嘢。譬如啲防蚊，你可以用啊，我唔記得嗰只叫乜嘢嗰啲啊防蚊嗰啲啊叫做乜嘢？係香茅。嗱呢啲咧都係一啲神做嘅嘢，可以幫我哋防蚊嘅。好啦，嗱呢個物質境界，神造咁多種嘅食物，咁多種嘅汁醬，咁咧屬靈上係咩咧？耶穌話：我就係生命嘅糧，到我這裡嚟嘅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基督徒有呢個生命糧咧，我哋係可以靈裏面飽足啊，靈裏面唔枯乾。嗱，有好多人咧成日都我好悶啊，好悶啊。有時你見到小朋友哇冇住個手機咧，就好悶好悶。其實我哋應該教導佢，帶領佢細細個，帶領佢，讓佢睇到啊人際關係啦，同埋神嘅關係能夠得到嘅滿足。呢樣嘢唔係好多基督徒學到嘅，親近神得到飽足。嗱，我自己咧喺我初信，我已經發現，當我親近神咧，係覺得一種好特別嘅平安臨到我身上。而我喺聖靈充滿咧，係一個更超然嘅經歷。佢點樣超然經歷呢？喺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我就發覺我一祈禱咧就有能力流過我身體嘅，即刻咧有能力。咁同埋咧，當我後來經歷喜樂之後，我一諗到耶穌，我裡面就有喜樂同埋能力流過。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啲喜樂就湧流，真係咧令到我唔會孤單嘅。我試過有一次我去宣教，他說個飛機轉了，你要等10個小時。那我就不是怕，
我就在想十个钟头我就在赞美神，即是我总之在那里专心赞美神，我就可以几长时间我都可以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灵里面得饱足，并且有属灵的能力，并且是能够有力量去为人祈祷去帮助人，同埋在灵里面得到供应，整个人是饱足喜乐的。有些基督徒就说不是呢，我信耶稣都是信得很很残很借啊，唉，很辛苦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个属灵的饱足。第一，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捉实神的应许啊。神有很多应许的，神应承了他赐平安给我们，赐喜乐力量我们，是神应承了的。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捉实这件事，就不要捉实哎呀那人闹我，那人真是衰啊，我真是没用了，不要捉实这些，这些是令到我们整个人呢失去力量的。我们捉实一祈祷就有平安喜乐，即是耶稣回应我，耶稣亲近我，耶稣跟我一起，总是捉实神的好事。神会给我的意念怎样处理生命，多谢天父，神给我处理生命，我能够有力量不被人影响。咁我自己真係喎，有時有啲人故意嘅傷害，故意嘅做一啲破壞工作，我可以望住佢，我即時分辨到佢所講嘅説話，佢嘅唔好嘅動機，我即時就話我唔使受佢影響，因為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佢一路講唔好嘅嘢，我望住佢咧，我一路都唔需要嬲喎。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做緊違抗神嘅事。所有权柄都在神的手中，他不能够拿走神在我生命的奇妙计划的。我一路望着他，我一路可以平安轻省喜乐。这个就是处理生命，让我们不受任何人的影响，随时得力，就是这个生命粮和这个活水，神的话语在心中，并且有神的同在在心中，我们整个生命就饱足。但有很多人就说，哎，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就是我们今日下午的侍奉操练课程就会训练大家了，怎样亲近神，怎样随时得力，随时经历圣灵的工作，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我记得很多次我跟人，有些人我很多时我见到人我会跟他说我跟你祈祷好不好，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我见到他聚会之前我就跟他祈祷，祈完祷他一会后来聚会之后他告诉我，哇！你今日同我祈完好啦，我今日喺敬拜，哇！真系经历神好大嘅工作，真系咧整个过程都好得力。原来咧就系神嘅圣灵系真系会叫我哋饱足，叫我哋一路有活水嘅，呢个系我哋需要嘅。好啦，下一样喺十七节嗰度讲到咧，雀鸟喺啲树上搭窝咯，鹤咧就住喺松树嗰度咯。嗱，首先雀鸟咧系好宝贵嘅，佢哋保持呢个环境啲昆虫唔会太多啊，因为呢、这个。啲昆虫繁殖得好快，咁咧而神咧就会让佢哋喺树上有可以搭窝啊，咁咧让佢哋能够生存。其实所有嘅雀鸟、所有生物都重要嘅。嗱，我讲一个实际嘅事实，有一个国家佢哋咧种好多耕种啦，佢哋就觉得麻雀咧，啲同埋啲禾雀啊，禾雀食好多谷，佢就话我要杀禾雀、杀麻雀，佢真系杀。但是殺了之後他發覺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來到，就是昆蟲來吃比麻雀吃得更多，比禾雀吃得更多。所以他們就知道教訓，神的方法是最好的，你不要破壞環境。雀鳥對於環境是非常重要，但是現在人類呢用很多殺蟲藥，還有用很多即破壞環境，很多森林一路一路地拆毀咁嘅時候咧，呢、這個世界係唔夠氧氣，係好多問題嘅。嗱，其實好多雀鳥咧都有不同嘅窩啊，大家呢度睇到嚇，燕子喺個啊牆嗰度整咗個窩啦。啊，又話呢個 weaver 係叫中文叫咩？織布鳥咧，佢真係好叻嘅。我睇過，我去非洲嗰陣時咧，其實我不同地方都可以見到嘅，香港都有織布鳥嘅。但是很难看到它织布，不是它织布，它织一些草是这样翘下翘下，真的很快手的。它起一个斗，周时要起一千几次或者几千次飞去拿一些草回来。所以有些人看到那些雀仔，它说雀仔真的很勤力，它真的起斗起很久，它喂那些 BB 喂很多很多次。那这个就是神很奇妙了。另外右下角那个就是啄木鸟，啄木鳥好奇嘅，真係咧，
揾頭冚牆，我哋自己得唔得咧？你冚，你試下冚啊，係啊，你仲要冚穿個窿喎。我哋冇辦法頂得順。咁點解佢會咁犀利咧？因為佢嗰個腦部咧係有特別嘅箭嘅，同埋佢條脷咧係穿過個嗰、那個腦嘅誒頭嗰殼嗰度嘅，所以咧亦都係一個額外嘅保護，係好奇妙。神造佢係可以突突突突突突不斷咁啄，啄得好大聲嘅喎，但係佢個腦唔會受破壞，呢個就係神造好特別。咁我哋尋日咧，我啱啱同太太咧就去到濕地公園啊，就啱啱遇到個人就解釋俾我哋聽，翠鳥啊，即係 kingfisher 捉雀仔好叻嗰種雀仔。原來佢嘅竇咧好特別嘅喎，原來喺個泥嗰度嘅喎，佢咧就揾只腳爪爪爪爪咗個窿出嚟，啲蛋生喺裡面，然後咧佢就攞啲食物俾佢。當佢孵出之後，而好特別嘅地方咧，因為嗰啲泥咧，因為佢啲 B B 出世咧係冇毛嘅，嗰啲泥咧包住咧就保暖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將啲食物放喺裡面，即係每一種雀仔佢都有佢不同嘅方法，神會教佢啊。嗱呢啲織布鳥，佢點樣識得織布咧？係咪嗰個爸爸媽媽嗱嗱咁樣織咁樣織咧？佢即係佢長大佢自己就織嘅喎。我哋亦都睇到好多生物，譬如蜘蛛咁啦，佢咧係媽媽生咗佢咧就包住佢啦，跟住就走咗去嘅咯喎。走咗之後咧，佢就自己第日出嚟做蜘蛛啦，做成年嘅蜘蛛啦，做成年嘅蜘蛛，今日識得出絲，咁啊點樣整網咧？嗰只蜘蛛喺度諗，哎呀，我點樣整網咧？佢唔需要諗喎，佢就開始整織網嘅，就係神將呢種嘅能力放喺裡面。有啲雀仔遷徙啊，成幾千里啊，同埋好奇妙就係呢一隻有一隻啊 hummingbird， 即係咧 hummingbird 蜂鳥。可以橫越一個這個 Mexican Gulf 好長嘅海啊！蜂鳥係每日都要食嘢，每日要食好多次先可以生存。佢點樣飛過咁遠嘅海域咧？真係難以想像。但係神造佢哋係咁奇妙嘅。另外一種係咩咧？Monarch Butterfly， 我唔知道中文譯做乜嘢，就係好靚嘅，係佢啲虎斑嘅蝴蝶，但係唔係普通虎斑蝴蝶。佢係需要三代先能夠遷徙完畢，咁即係話佢去到中途嘅時候咧，佢生咗啲蛋，嗰啲蛋又繼續孵化之後又繼續飛啦。佢點知佢喺邊度嚟去邊度咧？咁咧下一代又唔知嘅喎。總之咧，佢就會去翻嗰笪地方嘅，好奇妙嘅。咁有啲人就話咧，佢哋嗰棵樹成日都有嗰啲 monarch butterfly 咧，嗰啲蝴蝶咧，嚇第二年又有喎，佢又會嚟翻同一個地方。真係好奇妙，係冇爸爸媽媽教佢嘅，佢自己會識得。個爸爸媽媽媽媽生咗啲蛋，放咗喺啲樹葉嗰度咧，就走咗去嘅咯喎。佢自己孵化變咗毛蟲，跟住變咗蝴蝶，佢就繼續去飛嘅。咁呢個就係真係神嗰種安排，好奇妙，好奇妙。同埋咧，嗱呢個好奇妙嘅嘢就係神嗰個好奇妙方法，保持雀巢乾淨。咁啲雀仔嗰啲便便點算咧？就會生菌喎。嗱，佢大啲咧，佢就會識得將個 pat pat 翹起啦，咁啊就出咗個雀巢。但佢未咁大嗰陣時咧，有咩辦法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嗱，大家喺左右上角個圖你見到嘅，佢係有一個包啊，銀銀地嘅包，係用蛋白質做出嚟嘅，將佢啲 B B 包住嘅。咁咧，你喺網上揾咧，你可以揾到嘅呢個我都唔記得叫咩 sack。咁你如果想揾咧，你我可以傳俾你嘅。佢咧就會咁嘅喎，嗱好特別，時間好特別嘅。佢上次食完之後嗰啲便便，佢唔會出嘅。等到佢父母翻嚟一喂咗佢咧，喂完之後咧幾秒鐘就出噶啦。咁佢就會反轉個身，反轉個身咧就嗰啲便便出嚟，跟住個雀仔就擔咗佢。有時咧就會食咗佢嘅。嗱，有啲人咧都覺得好肉酸啊。有時就會擔咗佢飛去第二度，大家右下角嗰個就飛去第二度啦，擔住佢。咁咧喺左下角係咩嚟嘅咧？有一個人佢自己養，係人養啊，就發覺咧，當佢一喂完佢之後，大家睇唔睇到佢反轉啊？嗰只碗啊，佢揾只碗做佢嘅屋企啊，佢即刻反轉就有個呢個白色嘅
一個泡走咗出嚟啦，佢就同個筷子同佢夾走。即係呢個咧，哇！神真係設計得好特別。佢大咗就冇呢個咁嘅囊噶咯，但係佢就唔使噶啦，佢就唔會嘥啲資源啦。但係細只嗰陣時候就會嗱呢樣嘢點解會有咁嘅事發生嘅咧？點解會嗰啲雀仔識得整個泡咁樣包住自己啲糞便咧？呢、這個真係好奇妙、好奇妙嘅設計嚟嘅。咁同埋咧，高山嗱詩篇104篇第十八節啦，高山為野山羊嘅住所，岩石為沙番。沙番咧就係岩泥啊，一種大家睇到個圖片嗰度岩泥喺嗰度啊。山羊，你睇啲山羊，我真係哇，真係佩服啊！你睇棵樹，你知道嗰個直，即係嗰棵樹係直噶嘛，係咪向上生啊？嗰啲山羊可以喺啲咁嘅石嗰度咁行喎，你如果大家上網可以揾到嘅。咁咧，同埋啲生物啊，沙漠啊，好多地方居住，即係我哋好難想象沙漠點可以住生物嘅咧。但有好多種生物喺沙漠居住嘅，就係神喺任何嘅地方都可以放啲生物喺度維持呢個環境呢、這個居所啦。好啦，咁啊屬靈上對比啦。詩篇91篇第九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神係我嘅避難所，係我的居所。可以住在神的同在之中得到满足。摩西上西奈山40昼夜不用吃不用饮，将来到大灾难，我们可能就是要靠亲近神，神供应我们的食物，不需要吃不需要饮，或者用其他方法我不知道，但是神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避难所。还有呢，神的子民都是我们教会，都是我们的居所来的。因为呢，主的圣名又美又善，在诗篇16篇那里讲到的，就是神的家其实从这个世界比较真的好很多的。虽然基督徒都有些不好的，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有爱心有帮助。我们遇到基督徒对我们有帮助有爱心的时候，我们珍惜，不是一定有的。但有很多人就不是的，利用基督徒的帮助，这个帮完又找第二个，一路是找人帮他，咁啊得唔到嗰時咧又埋怨咯喎，咁呢個就變咗咧，人哋就開始唔想幫佢啦。我哋有人幫我哋，我哋要珍惜啊！任何一個對我哋嘅愛心唔係必然嘅，佢會對我哋有愛心係禮物嚟嘅。咁而有好多基督徒咧，只係攞嘅啫。咁我學習，當我攞之後，我都俾，讓教會成為一個居所，一個人哋嚟到咧覺得舒服嘅地方。咁所以我哋感謝神，神為雀鳥預備咁好嘅居所。神都为我们预备神的同在和教会成为我们的居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即是神照顾生物也都照顾我们了。还有神呢又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就是神呢有日和月，日和月也都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日月，没有日一定死了，因为一定冻死了，没有月亮都死了。为什么没有月亮死呢？因为呢，左下角的图，月亮去到哪里潮水就涨去哪里的，同埋都有太阳，所以呢变成那个潮水涨就不是日日都一样的，因为有加上太阳的吸力，所以呢那个力量呢，即是那个潮水涨退是不同的。因为潮水涨退呢，那些浪一路击打那些、即是空气一路上上落落，就令到海洋有空气，而海洋呢是供给全世界的氧气50%至80%的，即是我们很多呼吸的氧气海洋那里，那些海洋的植物那里产生出来的。我们想都想不到，原来月亮有这么重要的，令到那些水健康，令到生物健康，令到我们都健康的。而太阳和这个地球的距离是不同的，即是 它有 一个椭圆形的围着它转的，在不同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是最对的。如果再近一点就热死了，再远一点就冻死。但是因为现在世界改变了，这个全球变暖，很多地方，如果大家留意，很多地方在中国、在印度、在巴基斯坦、在非洲都很多洪水。你上网找洪水，真的你用英文找 flood，是很多洪水，还有很多地方有热浪，很多地方有山火。
都是告诉我们，这个气候的转变是真的近末期的。即尤其今年呢，我去非洲那里帮他们去即买仪器看我的影片，他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个几月亦都一路至到九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一直有洪水，他们很多地方那些屋被人洪水冲走，就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他们。如果你有心对于非洲的人帮助他们呢，我们主要是帮他们学习，能够学习神的真理，训练他们更加有效侍奉神。但现在真的很困难，他们的地方很困难，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变。但依然因为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不会即总之还是维持了这么多年。但我知道真的世界末期到，所以我们呢真的预备好了。好了，讲到月亮太阳的光，月亮其实是反光，即是太阳的光。耶稣就说，我是世界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世界很多人在黑暗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多国家，很多元首是很黑暗，很多腐败，很多呢收贿赂，很多即伤害人民。但是呢，耶稣是世界的光，叫我们生命里面有光辉，有从神来的恩典。我们就说，神啊，多谢你让我们活在光明之中，让我们基督徒之间可以有真正的信任。在世人中，即是有时真的很难有真正的信任，因为它里面总是有黑暗。但是基督徒里面生命有光辉，让我们活出这种光是真的祝福人，真的荣耀神的，是一个礼物来的。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有圣洁有光明是一个礼物。当我们有圣洁光明，周围的人都会信任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跟世人是不同的，是会有忠诚的，是会有诚实的。求主帮我们活在这个光明，神造自然界的光，也都有造这个属灵的光的。还有海，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生活物都有。海真的很丰富的，很多种的鱼，很多种的珊瑚，很多种的植物，很多种的细的植物，很多种的鱼，非常多，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如果不是因为海，这个地球的问题大很多的，因为海洋，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氧气和很多的食物。不过因为人的破坏，有些国家他们捕鱼的时候是非常不负责，他用一个方法叫拖网。拖网是怎样呢？一个网在地下拖，一拖的时候将下底的珊瑚和海底的植物同时破坏，是非常不负责任。以后那些鱼就会死了，他们得到很多鱼。有时有些国家怎样呢？哇，知道有地方可以捉鱼，全部呢很多只渔船一起去将个地方的鱼全部捉清。这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方法，但是个后果是全部一起，所有人类一起去承担。我们真的珍惜海洋，但现在这个海洋已经是即是不似人形的，已经很多地方是很凄凉。亦都因为气候变暖，很多珊瑚已经死了。譬如很出名这个澳洲的大海礁，是不是大堡礁已经一直破坏了。所以呢，这个世界真的呢是这世界非我家，耶稣快要回来。我们看到这么多种生物，也都看到神的家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和恩赐，这个很特别的。神的家这里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即使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就是说呢，我们恩赐个个不同，即使不同，我们功用不同，但是圣灵是一位，我们同合一的。我发觉在群体之中，总有人有某些强的恩赐，有些人有教导恩赐，分享的恩赐，有些人关心的恩赐，有些人聆听神的恩赐，有些人是有行政的恩赐。每一种不同的恩赐配搭的时候，那个群体就能够成长了。我们多谢天父，神造海洋这么多种不同的生物，整个世界这么多种不同的生物，同样神造人都是有不同的。每一个人出世他有个倾向的，这个神给他的。譬如你，如果你有仔女，你发现这个喜欢画画的，你不要说画画没用的，你第二天赚不到钱的，你就不要跟他这样说。因为呢，神造他懂得画画是有他的原因的。
有時有些小朋友很喜歡玩，那你說不要玩了，不要經常玩了，他可能他的強項就是運動，當然他未必是做運動明星，但是他在這樣興趣的時候其實對他身體是健康的。我由小個到現在都運動，所以保持我健康都是一個其中因素之一來的。那我們就多謝神，神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賜，所以你不要 說你老公，你都不懂得賺錢的，人家的老公賺那麼多錢，那你老公呢，他有他的強項，我們就欣賞他的強項，不要只是用賺錢來到 去判定他的作用。好了，那這裡就這個經文我們已經說了，下面講到就是說神是賜食物了，當他賜食物的時候張手，那些人就飽得美食，第28節那裡講到，然後29節掩面，他們就驚惶，就收回他們的氣，就會死亡。即是這個世界所有的生物的生命都來自神，還有我們屬靈的生命都來自神，我們就維持跟神關係，神就歡喜了，神就祝福。但如果我們跟神關係不好，神收回我們的氣，我們的屬靈生命就會一路軟弱。如果當一個人不親近神的時候，他整個生命就軟弱了。但神來到就叫我們有豐盛生命，但有些人就不敢看法，他就覺得唉，我整定衰的了，我生命都是不好的。神在這個世界，其實做這個世界是很漂亮的，很多東西你如果你去自然界走，你發覺花草又漂亮，啲雀仔又靚啦，蝴蝶又靚啦，啲風吹過嚟又舒服啦，海洋嗰啲波浪聲又好舒服啦。你去渭水，你睇到嗰啲珊瑚啊，睇到啲魚啊，又係好靚。即係呢個世界其實就顯示出神嗰種豐盛啊。同樣，神喺基督徒生命係有豐盛嘅計劃，我哋嘅生命係豐盛。咁你問下自己，你嘅生命係咪豐盛呢？因為你嘅生命係好多枯乾咧。如果我哋生命係枯乾，我哋就問耶穌了，耶穌我有什麼問題，我是不是跟你關係不夠好，我怎樣處理生命，怎樣經常親近你，我就有豐盛生命。很多人對於親近神的看法只是覺得一種職責，基督徒要看聖經要祈禱，其實這個是職責，不過也是得力的來源。我們親近神就會有喜樂，有平安，有力量，有動力，一路被神去使用，那你整個生命呢就很豐富。如果不是，魔鬼來偷竊、殺害、毀壞，當我們犯罪的時候，魔鬼就偷你的生命，將你的生命破壞到什麼都沒有，全部都拿走了。這個就是魔鬼的作為，但是神呢是能夠將我們整個人都提升去祝福我們的。那神看顧各樣的生物，顯出祂的本性和恩典，那即是祂的本性就是祂一個憐憫的神，有慈愛，有細心，有智慧，有能力，他凡事都能，有完美計劃，所以能夠保持這個環境的完美。這個就是他的本質，神的本質很漂亮。那他恩典是怎樣呢？他照顧所有大小的生物，又供應所有的生物，他呢又做一些生物有他的本能，能夠照顧自己，又叫一些生物能夠彼此配搭，這都是他的恩典。在自然界看到恩典，在屬靈的境界看到恩典。好了，而最重要就是凡是遵从亲近侍奉神的人一定蒙福。圣经很简单的说话，神照顾我们，怎样得到照顾，我们怎样不用担心呢？尤其现在将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困难，其实香港真是一个好的地方，是一个好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呢？譬如非洲那里，他们真的那些经济很困难，他们都没有供水系统，又没有电力穩定的系統，他們整天呢，我去了一些地方是整天斷電的，一天斷幾次的，很多地方是很困難。但是我們香港真的有很多好的建設和很多機會，我們珍惜。當我們聽神的話，神不單止在物質上供應我們，也都在屬靈上供應我們的。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都加給我們。神的國，先求神的國什麼意思呢？就是想多些人信耶稣，多些传福音，多些参与传福音的活动，找机会向人传福音。还有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让耶稣做王，这个就是神的国度了。我的心让耶稣做王，圣灵感动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圣灵感动我去帮人我就帮人了，圣灵感动我怎样去荣耀神传福音我就去做了。这个就是先求神的国，还有祂的义。
義咧有兩個義，一個咧就係耶穌賜俾我哋嘅義袍啦，耶穌赦佢嘅義遮蓋我哋。第二咧就係我遵從神基督徒所行嘅義啦。將來咧喺啟示錄十九章就講到呢個辛苦咧，佢哋所穿呢個細麻衣就係基督徒所行嘅義啊。我哋每一樣好行為做在人身上，榮耀神嘅就永遠存留喺我哋身上。哇，真係好抵喎！你幫個人咧，永遠留喺你身上喎，永永遠遠啊，無限無限期嘅喎，永遠跟住你。你幫過幾多個人，嗰、那個榮耀永遠跟住你。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哇！我先求神嘅國同嘅義，呢一切就加俾我，就供應我啦。我哋睇到神供應咁多生物，神都會供應聽佢話嘅人，尤其喺大災難啦，係基督徒愛主嘅基督徒就能夠站得穩，有好多就會跌倒啊！佢同神冇呢個親密關係，所以我哋喺末世需要剛強壯膽，並且影響周圍嘅基督徒更加倚靠神，深信神一定會照顧，神咁樣照顧萬物都一定照顧我哋。呢個就係我今日主要嘅信息，就係話神照顧萬物一定會照顧我哋。而聖經又講得好清楚啦。神咪爱佢人预备眼睛未曾睇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嘅嘢，系你谂都谂唔到嘅好嘢临到你身上，系意想不到嘅礼物啊 ！surprise， 系啲 surprise 嘅礼物，神会赐俾我哋嘅，佢好多礼物赐俾我哋。咁又跟住第三个经文，路加十一章廿八节，因为有人话耶稣话生你嗰个同乳养你嗰个真系有福啦，耶稣话系，不过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你听到神的话遵守呢，你就有福了，神就会喜悦你了。同埋呢，以耶和华为乐，神就叫你成价地的高处，叫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不要看小自己的才学不够，不要看小自己的智慧不够，不要看小自己的外表不够。我们听神话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呢？神真好了，我多谢神，我欢喜神，我感激神。这样呢，你整个生命呢，神就叫你提升成为一个尊贵的人，你给神去使用，同埋神是不会失信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应承了供应我们，他一定会供应。我们就希望大家今天的信息就给大家，既然神这么细心照顾所有生物，他也在我们生命中，耶稣说了的，那些飞鸟、那些麻雀这么便宜，神都照顾，何况是我们呢？神是照顾到永远的。那我们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唱这首诗歌，希望大家呢就啊，神啊，真是好了，你照顾飞鸟，你都照顾我们，我们就感激神，我们就欢喜神。我们一起起身啊，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我们一起开声多谢天父啊，多谢天父，天父真好啊，多谢天父，天父真好啊！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天边嘅飞雁不耕不收，天边飞雁不耕不收，我父仍将他保守，可知你何等贵重，天父必保守。今天花儿引风轻过，却奈何他一朝枯萎，因主也为他戴上华丽，天父必保守。我父慈爱，他必解离被忧，我中被忧成为乐昌，天父心恩，虽遭风浪不需惊慌，我父红恩一一报偿，
必是狂风变平静，天父必保守，天边飞雁不惊不收，我父仍将他保守。可知你何等贵重，天父必保守。今天花儿引风牵挂，却奈何他一朝枯萎，因主也为他戴上华丽。天父必保守，多谢天父，多谢天父，我一起黑埋眼去祈祷，多谢天父。神啊，你咁细心照顾所有嘅生物，其实你照顾我哋好多，不过好多时我哋睇唔到，我哋睇唔到，我哋冇欣赏你。求主帮助我哋欣赏你嘅作为，我哋就荣耀你嘅作为。我们真的活出神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时时彰显你的荣耀。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很多礼物赐给我们，将很多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是我们不配的。我们多谢天父，求主帮我们活得丰盛，要我们活得满有神的 生命，神的饱足在我们里面，不再惧怕，不再担心，时时荣耀我们的主，预备主耶稣的回来。多谢天父，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请接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叫我们全心让圣灵感动我们，跟从主耶稣的带领，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深信神一定会祝福凡信靠祂的人，凡爱祂的人，神一定大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虑，神这么细心照顾生物，都一定照顾我们。求主加力给我们，多谢天父，感谢天父，荣耀归给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大家同周围弟兄姊妹招呼，希望下午如果你能够来到的，是会建立你的生命的，也都建立圣灵充满的。主祝福你们啊。